哦，每天时时要告诉自己，要以你为戒的地方，所以戒胜恐惧啊。为什么说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呢、啊？因为一下子我们可能呢，就出了太多的错，而这个错呢，是连续的。哦，所以一盘错，满盘皆输啊。这个错呢，是连续向的，所以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。因果不空的道理，是因为因果是相续的相。哦，那这个因又会变成果，果又会变成因呢、啊？所以它是相续的相，所以造成了这个我们受到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被境界所转，被境界所转，我们修行的功夫可能就忘却掉了，流失掉了。那他在这里，北海老人告诉我们，幕后收元儒家馆，你就是从儒家好好的下功夫。那所以后学为什么发心要在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好好的专修专弘，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观圣帝君是儒家的修行哦。观圣帝君自己讲啊，观圣帝君自己讲啊，无数览春秋，又观孔孟啊，所以观圣帝君是以这个春秋孔孟为学的这个对象啊。那他所讲的经典，当然也是就是这个儒家的思想。所以你看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，都非常的浅白哦。都非常的简要，浅白简要的道理的，是呼应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。那观圣帝君现在主掌的这个中天玉皇大帝哦，三天的一个主宰，那他要教化众生，以他为代表，那他要教化众生，当然知道众生的根器，所以呢，他就传下了最简要、最浅显的这个道理给现代的众生。哦，你看我们现代的人啊，他没有耐心。哦，你叫他再去学这个大经大论，我们讲到这个大藏经，佛教的。都不外乎这些大经大论啊，哦，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。现在的众生啊，你叫他再去学这个，来开悟证悟，这个是实在太难得，太难太难。哦，讲到儒家的，也不外乎四书五经、十三经。那这些大经大论呢？现在有哪些人？哦，可以呢，安分守己的，再一步一脚印的来选，包括修行人自己啊，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才知道了仙佛的慈悲，仙佛的用心了、啊。啊，观圣帝君呢、啊，帮助这个名师啊，来度化这些众生啊，他用什么方法？用这个最浅显的方法。哦，所以他教的这经典呢、啊。啊，如理如法，啊，气理气机啊，气理呢，就是现在的众生他所需要的道理，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啊，最好是那个轻薄短小的，哦、啊，最好就一句话就好了那种的。那观圣帝君经典就符合这个需求。那气机呢，就是现在众生的根气啊，他的需要。哦，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，它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讲到气理气机啊，这个气机的部分呢、啊，也是现代的这个众生啊，最想要听、最喜欢听、最能够接受的道理。所以，
仙佛慈悲啊，是相当的用心啊。讲到这个气理气机啊，哦，当然就是现代众生最符合最需要的。所以如果说只是气理而不气机的话，那么变成了这个空谈，哦，这个玄言之论，学者专家之论，对众生呢没有帮助，因为他们听不下去。你没有错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哦，可是呢我听不下去，那你讲的这些道理也没有办法引起共鸣，这个讲的跟没讲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气机不气理呢？气机不气理啊，这个是这个现在众生的现象。众生喜欢呢这个吵吵闹闹，哦，喜欢这个一窝蜂，这是气机啊。哦，所以呢，现在演唱会最多人，哦，有什么活动的这个最多人。讲这个笑话，哦，看这个影片，这个最多人。但是呢，如果都是沉迷在这里，众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人的教法。所以呢，佛陀讲气机不气理啊，这是魔说。所以你看演唱会，你看这些这个大活动，对于教化众生的意义啊，完全是没有。甚至呢让众生更加堕落。所以观圣帝君他契机的道理呢，他就是知止人心，他就是呢简明扼要，就告诉你，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有理论有方法，哦，还有表演给你看。没有一个经典是这样子的，很难得啊。佛经里面只有华严经还有这样子啊。那观圣帝君里面陶渊明圣经，他有理论有方法，还外带表演，表演之后呢他这个正道给你看，你跟着他表演你就正道了。那么觉士真经呢，他讲因果，讲这些善恶的道理，简明扼要，让大家呢有所警悟。这个是观圣帝君的一个教法，也是现代儒家哦，最殊胜的教法。所以他讲幕后儒家，幕后收演儒家馆，题目认错是伪天，题目不要认错了，这是重点啊。修行的题目如果认错了，那就是下一次轮回了，你修的只是人天的福报。那人天福报好不好呢？人天福报是事实上来讲并不是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得到这种福报之后，你会迷悟，你会迷惘，你会更加堕落。那更加堕落，你就不了解你以前用心用功的地方，那些功夫啊通通忘掉了。所以不要认错题目。题目是什么？题目就是儒家寿元。儒家在讲什么？儒家在讲忠孝节义，哦，讲孝亲尊师。只有讲这个呢才是符合现在众生的根器。那现在众生呢，哦，最需要的也是这个。现在呢社会太乱了，哦，这个世界乱了。那这个乱呢比古时候以来那个战争的乱还要乱。为什么还要乱呢？因为呢古时候战争呢它还有一段时期，啊，那兵荒马乱呢，这段时期过了就是太平天年了。那现在乱呢是每一个人都乱，社区乱，人心乱，我们出门生活啊都是身处在这个紊乱之中啊。哦，什么时候隔壁出现一个坏人我们不晓得。哦，我们这个我们的街道上藏了一个恐怖分子，随时呢要来这个伤害我们。
甚至连在家里，哦，这个诈财的电话、恐吓的电话也是骚扰不断的，啊，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。哦，即使家人跟家人之间也是会互相伤害。哦，为了利益呢，大家呢彼此互相攻击。所以恐怖分子在哪里啊？他不是在国外啊，也不是外来的种族啊，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旁边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啊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啊？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？那么化解这些恐怖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，就是你自己要先正己，你要先克己复礼。只有自己做好了，自己正悟了，哦，自己修成了，你才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的环境。哦，自己成佛了，才有能力去转变这个世间的众生，跟着你成佛。所以儒家他讲天不言地不语，那么天地的大德他时时刻刻的来教化众生，来化育众生，但是呢众生呢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道在日常生活，可是呢众生日用而不知啊。那所以呢天不言地不语要透过圣人来讲，那圣人是谁呢？圣人就是名师。那名师教导我们，名师他也有肉体的限制，他也有时空的限制，所以不得不呢，他透过这些弟子来传道，来传法。所以我们是名师的代表，我们是小技工啊，我们要把这种名师的教法把它弘扬到大街小巷去。那所以呢，天不言地不语，要透过圣人，透过圣人之徒来教化。那我们是圣人之徒，我们自认为呢有使命要来教化这些众生，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把自己修好。哦，老师的给我们的标准是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君子。哦，儒家中的君子他才是一个教化众生的一个基础。光光达到这个善人啊还不够。可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听到善人是很多，听到被称为君子的却很少。哦，不要再说在社会上，在道场上了，我们听到这个人被称为君子的，被形容是君子的，这个就非常少。所以呢，我们更要戒慎恐惧，要来好好修行，让自己觉悟，好好的这个儒教修行的供养。哦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觉悟的心，真诚慈悲的心来布施啊。哦，布施才是法师无畏施，来供养这些众生，让这些众生呢得到名师的教法啊，哦，让他们跟自己一样呢觉悟到这种名师的可贵，名师的不可思议啊。哦，所以题目不能认错哦，认错题目啊枉用功夫啊。所以为什么悲哀老人他讲鼎炉千拱是虚言，抽砍田里忘用功夫啊。哦，这个道家不是在讲鼎炉千鼎吗？不是搬运周天吗？哦，练气还虚吗？他说这个都是错用功夫。哦，自从呢有一个人他写这个参同契，
博养，博养写这个参同契，就开始有这些鼎炉千鼎哦，炼武炼气还虚等等的这些功法出来。那么他说呢，这个博养有没有人给他拜呢？到现在也没有给他立庙呢，没有一个人给他立庙，没有一个人给他拜。那所以这个要看清楚啊，在修行路上啊，只有正知正见哦，所以只有呢正命正法，只有呢这个明示的意志才是我们归寻的这个重点。那明师所教的也是教我们从人道做起哦，人道做起，把这个人心啊扶正了，社会就正了，把这个三纲五常导正了，这个恐怖分子思想就没有了，整个世界呢也就和平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些超气入理的事情呢，我们只讲这些超出这个世间的事情呢，对众生而言呢，实在讲非常的遥远哦。佛家的更是说啊，就不要管世间事了哦，直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哦，这个是净土宗的说法。但是呢这个世间呢这么样乱，大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来把它导正呢？哦，只有真正的修行人哦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这样的修行人。那现在的修行人就是儒家的修行人，儒家管是世间的事情，好好的把人世间的事情做好，你就成佛做主了。这个就是老师教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好好的遵照老师的做法，我们也是这个圣贤的品位啊。而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的人管，我们不管，我们不要管太多。所以老先生教我们呢，一人办一段，我们把我们这一段办好，其他的事情自然有以后的这个人呢、啊、会来处理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众师尊我要强调的这些理念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好。